弄得你好像兄弟，今天我们去西南挖明日方舟。废话不多说，继续开始斗。推，零到一，一推。别管找何队中的指挥官了，只要他们有进一步的指挥漏洞，是敌人的会合部队，小心应对。小心应对呀、啊。上一个治疗，好的，肿瘤鸡蛋上中箭手，还要放一个中箭手，最后的再看个法师。但是这个样退牌了没上一个不少的他们挂了一个他这样他们挂一个检查完毕确认敌追击不可以被我方穿肩我们成漏脱现在基本脱离了全龙不得上城区虽然我们消灭的只是包围这游中一小部分的兵力但至少我们暂时安全谢谢你刚才的援助，林光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求别这么说，孟卓门刺客让药骑士还我人情。说说刚才那个狙击手吧，林光。好，就是那把怒抛巨大的威力。我认为他可能预设了其他火力的以及自动射击器械。我们遭遇了交叉火力的射击，我却直观的测到了一个狙击手，没有同样的感觉。第一发弹药和第二发弹药爆炸的时间点虽然非常接近，显然却有着相当微妙的时差。那并不是连射目前的重量，至少我放到火力压制时，对抗的并不是第一位狙击手。你们意识到了什么？说不准，如果今天不是分数的移动，就是投石身在于许多地方。狙击手，狙击手的击中手，怎么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我不能想象这样的移动手段。最后一种比我认知中更加危险。这样的凶狠的臭小子想用狙击你，他指挥围攻我们的时候，甚至没动用狙击手的力量。当然，他们恶劣的性格是由同样危险的力量支撑着的。在他一直没有出手，哪怕在暴怒的情况下，要么在战斗上他是个废物，要么现在还不到他展现实力的时候。当然，他展现出的指挥能力已经令人怀疑了。他的部队就像完全被他操透了一样。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区。希望其实没有及时达到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出现危机了。这就是我们战前作战计划的方向而已。让我和他根据局势采取不同的计划的是你，请你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一路上我看到召回一路的暴行，也对他们的实力产生了怀疑。如果我在那时停下来去与他们战斗呢？如果我去帮助乌灿私人找第一召回一路呢？如果我原地坚守，只是等着你们撤退到我面前呢？如果按照我自己想法来做，也只会招致更糟的后果。从现场预见，出来战斗是我达到目的的方式。所以阿米亚，你有自己解决危机的实力，而我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你通过自己努力改善的果实，来自信任。嘿，你身边这位就是博士了吧？是的，只是我妹妹遇到一个人，就会和他说博士失忆了的事，这也太麻烦了。我的一个朋友也同样失去了记忆，他一定会和你合得来的。这就对你来说没什么比现在都重要了。走吧，这位，我们还要把博士回收到罗顿岛。对不起，我失手了。不，不要抱，道歉是我的错，我太冲动了。不，追踪不到他们了，回去吧。情况通报给他，弗拉姐姐，他原来已经压制住了全罗伯罗的河西指挥塔。只要他来拯救这些虫子的松鼠吧。明白了，小心点，优先保护好自己，好吗？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同胞们该走吧。请接属于我们的时代吧。未完待续。又获得一个财物。现在可以使用代理了，0011。好，第一关完成。博士胜利是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将我击败，那里有人的能力。不是，某种程度上又见面了。情况不容乐观，全能不能。
家，好相处吗？我觉得衣服上还残留着草药的味道。欢迎回家，博士。谢谢广大。讲义，小逆。拍摄，小逆。最后别忘了。关注，评论，收藏，投币。